白痴。等下跑太久了。わらわのような神様を待たせるとは、随分な度胸ではないか。わらわに気に入られているとはいい。啊！啦啦啦！按错，按错。创色，哎，好热啊！36度啊！看一下，一月元安，36，哎，没有看错，34度。阿里不是在，我以为在跟阿亮他们打哎、欸。糟货！啊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你们在吐哦。糟哎、欸！果子安安，故里喵喵喵安安，青蛙安安。啊，慢慢抢啊！啊，莫里，那你阿嘛？莫里安安，端午节快乐！明天吧，是明天吧？我记得是6月22吧？端午节快乐！童话少女安安，哎，你们慢慢抢、啊，我，那我记得是明天端午节啊。啊，我在想，待会任务解完，我怕我怕，我在想要播版权歌，然后 YT 这边关掉，还是，哎、欸，没人呢、欸，还是我就不播版权歌，直接画画，好热哦。看有没有下一场，肯定有的吧。如果那个水牢没在搞我的话，我给八木买了三间房，然后现在都还没有中他。哦，我才鸟那只也没有中啊。林家姐姐还没到我这边来，可是又不想抽角色，好贵哦。我要半踢了，那我只好给你看就知了。怎样？要互相伤害是不是？要互相伤害是不是？啊？其实本来，应该说，哎，我真的想要下午开台，可是，哎，因为小孩太吵了，我不想待在楼下待，但是楼上又太热了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、欸。
リエジ。哇，那个阿命啊，我怎么同情你了啊？我居然有同情你的心了！天哪，阿命，阿尔敏撑住啊！看 EMM 是什么 ？Amy 啊，对不对？新名 EMM， 这是真的很适合你，天啊 ！EMM， 拜托，毕竟我这么乖巧。哎，你在讲哎，你继续说，你继续说。你真的是很敢说哎，我都不敢听了，我都吓到耳朵不见了。哎呀，按错了！哎呀，按错啦！等下，为什么有 loading 出来 ？loading 按什么键？啊，这个。哎，怎么有人碰瓷啊？谁啊？谁呀？哎，我问一下，这声音会太大太小声吗？因为我发现他们说我有时候讲话会有那个，没有讲话都有风声，因为我把麦克风拉高一点，因为我想说，我感觉风都是吹到我的脚边。还好，还好就好。不见了，对啊，因为刚刚有人说谎话啊，我耳朵吓掉了，吓到耳朵都掉下来了。喵国大护法是最后，对不对？猫粮供应商才是倒数第二个。哎，这金汤号是干嘛的？
可以检举哎、欸，你别，是哦，好。哦吼哦吼！刚多少？18000，这一次12000，这是6番7番，嗯，6、7番有什么？断腰。好宝牌哦！大家在上班，但是还打招呼，燕子，打燕子，燕子，好哎、欸，我抢过一笑了，一笑你怎么还在靠腰啊？一笑，滚，走开！燕子是我的。一笑，看到这个脸了没有？按错了。嗯。一笑，大胆哪一笑哈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昨天在前天在菜渣台，然后那边在那边玩，然后他我就说什么我就说啊，我说什么，你不要跟我抢燕子，然后他就说什么，可是你要知道哎、欸，燕子都没有跟你那个打字都没有给你爱心，我才有。对，然后就在菜渣台那边闹起来，说这不能证明燕子比较爱你吧，对不对？那然后我还说不行，我一秒都不给啊。啊，不行，一秒都给不了。嗨，高高，晚上好。谁是小凡？小凡是谁？谁是小凡？玩起来！你怎么变小了？哦，靠腰啊！你是说这个？偶尔，可能今天不是满月吧？对不对？身为一只兔子啊，肯定都是要在满月的时候，就跟犬夜叉一样，月亮不见的时候会变回人形，让你休息。礼拜日呢？哎，没关系，礼拜日也是我的，好不好？礼拜日我也包了。然后说：“为什么你生气气？你要问一笑啊，那个微微一笑很倾城，那位一笑啊。”我看一下怎么按啊。哦，眼睛。嗯、还一定要犬夜叉，还好吧？还是觉得犬夜叉的歌都好好听哦。不觉得吗？他爱了我好久哦。最早以前犬夜叉那时候有翻唱成中文，不是他爱了我好久。你是故意的吗？谢谢，谢谢，我有混一色的，我有水牢了，谢谢谢谢。
报告主播，他不是小凡，他是小……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耳朵不见的话，就是我上面的部首不见了，你懂吗？你看哦，繁星嘛，你只要把兔耳就是上面的部首拆掉，就是敏跟日嘛，敏跟日就不见了，啊，我叫做细声，哈哈哈哈。所以呢，如果我只剩下耳朵的话，哪天只剩耳朵开台就叫做明日。小戏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嗯，因为阿静有请我画图啊。然后我就在想，我要开台画还是私下画，还是就是不然就是画面是麦块啊，还是其他东西，然后自己画自己的，这样子。水母安安，三四六，我的七七，啊！我今天本来要找高高跑图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没开台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问。突然想到说。哦，对耶，我可以敲你耶，哭了，啊，这个不要好了，你的牌怪怪的，对啊，没有，因为今天任务是那个啊，武士贵啊，要跑去找明龙玩呢、啊，我想说，哇，这么麻烦的任务，看要不要找一下高高来跑一下。你今天特别和善，你要出家了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是武士贵的任务啦。他刚好有面对明龙啊，他想说要不要带下小萌新过去。哎，我就那么贱，硬要打一条出去，哎。武士贵算简单吧？欸，靠药，你对一个新手来说，那是简单啊。而且高高都是目前还是都给人家带的啊，又不像你们那么强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可以敲我、欸。哎，啊，我想到为什么没敲你了啦，白痴！我那时候刚回电脑桌。我刚开就拿满东南西，不舍家长才难吧？虽然我这台，对我也觉得其实还好。哎，反而后面都很会走了，哎，后面被明龙照到也都可以完好无事，没有卡后台啊，就是找个墙角躲起来就 OK 了。哎，后面就轻轻松松了。哎，绿神安安。我的电脑网路一直炸，为什么？是快下雨啦、啊。你一来就自摸。啊！你在说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是不是在说色色的东西呀、啊？哎，感谢西敏，感谢一夜月，还有感谢莫离。
投げかなくても良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。啊！我快可以换游戏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还差三个哎！天哪，那时候做什么国士无双啊？气死！哎、欸，你怎么会过来？先检举。阿伯，好久不见。你家宠物在咬，还是你家的？哎，你的小哎、欸，你的干爹叫什么？花铃哎、欸，叫什么？你的订阅叫什么？我好像就忘记了。二次确诊的阿贝，怎么那么惨？悲太惨，哎，你正一确中，用国士治疗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对耶，哎，好久没跟你。啊，好久没看你，好久没有阻止你的梦了、喔。请上代病人，可是他一直来，没办法，他一直没有给我要牌。我们这时候是不是来一个嗨歌啊？哪一个歌比较嗨嘞？还是听常听的那一首？影響のないものは必要ありません。阿贝，白板剩一张了，你有吗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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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南风剩一张了。我很抱歉，林阳安，阿贝，我很抱歉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哎，断了你的梦还和你，我真的觉得很抱歉啊！你这样欺负，人家说我欺负病人哎、欸，这样是不是会被误会啊？这样是不是会说我在欺负你啊？感觉不到我的歉意。那要怎样？点三张，哎，一二，那，送你，送给你了，希望你能拿到我的爱，哎，没了。干杯，谁换喝水？没有啊，
半在骗。骗子。哦，喝了，我刚喝了啦，我刚喝水，我刚喝了。你不是不让我跟你一起喝水，谁？喝什么水？没有啊，你喝你的，我喝我的啊。但是我想喝进口的水。什么叫进口的水？哎，进入妹子口中的水，再拿来喝。哎，那时候看到最撩的也就这样子啊。虽然这个是真的要对自己女朋友这样做啦，就是问女朋友说：“哎，你要喝进口饮料？”她说好的时候，你就先喝一口饮料，然后再对着她的嘴巴把饮料灌给她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是自己女朋友啦啊！哎，不是自己女朋友的啊，被打被告，我真的不负责啊。我给你一掌，哎，所以才说是给对自己女朋友啊，哎，对自己女朋友这样还被说骚了，那怎么办？先告繁星，哎，为什么？我还看到很多要肢体接触的那种撩的，哎，哎，只是这种真的是，除非是真的要很有好感才有办法弄，不然这个东西弄出来直接被骂啊骚扰，直接骂变态的，哎，不是变态啦，就是。有点太超过了，但是就是那种很霸道总裁的那种方式，有那种壁咚的啊，有那种类似扶下巴，为什么告你嘛？他可能想跟你有法律上的关系，什么？你是说以后不是叫男朋友了啊？是叫被告，请称呼我被那个原告，这个意思吗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天杯。好、哦，看，水哦，哇！有人开外挂，有人开外挂，先检举他，先检举他，阿贝，你给了他什么？阿贝，你有病啊！小贝贝，你给了他什么？他的牌阿贝给的啊！啊，你活该，你活该，哈哈哈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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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活该！300，哎，自己养的，自己承担啊啊，好不好，小贝贝？哇！我想要混啊！我想要水牢，所以我想要混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
好恐怖哦！欸，阿杯满出来了欸，这杯水满出来了欸。看。哦。哦。哦。砰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危险哦！输了。打完了。结果他有一张、哦、他有两张，他有一张，我有一张，有没有可能他两张，他一张，我一张，哎，你竟然不是刀哦，太让我失望了吧，想说最后大家都在听东风你要喂我了是不是，你人这么好哦，欸，你没听牌直接喂我啦，你看你就喂我会死哦，我要解任务，妈的你去死吧，你给我解个任务嘛，タイヤをトイトイドラ六。不是啊，你让我，你反正你会死，你让我解任务嘛。哎，感谢空宇，感谢马同学，感谢阿杯。没有水牢啦哦。哎，我的清一色故意改成混一色的哎、欸。好像有道理耶，哎，嗯。谁？嘉义明雄和信长安安梁元安安，你又低谁了，你怎么换名字了，我属安安，哎、欸、哦，你是因为明天端午节放假是不是，是，哇，这个魂一色就只有这个而已耶，好亏哦、喔，可恶！リーチ。哦，来了是不是？这哪是弟，那是你婆。哦，好，那是你婆。对不起，
我应该要尊重你婆的。没事，我的婆会原谅你的，因为你太帅了。怎么可能？管好你的小嘴巴。我不是常说我那个吗？我子女就是都去接他，然后接到他，就跟我闹脾气嘛。结果我就跟我姐说了嘛，结果他说昨天有教训过了。哎，我心里得到满足。内心得到了满足。然后今天才知道我外甥女也是说她说希望爸爸接她，不要舅舅接她。我就不想接她哦，我也不想要接她，接她干嘛，找罪受哦，很烦耶。没事干嘛要接她，接她会掉头发耶。可怜了我的头，我也觉得他，哎，你讲哦，上次不是有说就是关小孩子用的那种栅栏吗？因为是不锈钢，然后就是有一次是关那不锈钢条被用弯，应该是空心的啦，然后被弄弯到已经就是修不好了。要直接换新的，然后就问说是谁弄坏的，然后子女跟外甥女异口同声的说是弟弟弄坏的，然后我就说，他就今天啊，他昨天又在那边爬，又在那边压，我就说你再压，再压坏，我就看这次是谁弄坏的嘛，然后他就讲不出话来了。我就说上次不是说是滴滴弄坏的吗？啊，怎么这次不讲话了？啊，小孩子最诚实了，不会说谎。放屁！啊，他是没看过说谎的小孩吧？讲出这句话的人，小孩子是小天使，是张白纸，是不会说谎的。放屁！放屁！明神王卡拉扬，早安早安，放屁，硬要讲，哇，这什么？看一下哦，少了。仪器。小孩子不会说谎，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，除非他说谎。对，哎，
哎，我真的是很想要，真的很想要一拳啊，给他灌下去哎。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好想哦。哎、欸，卡。然后现在来到我外甥，那就是我外甥，他也开始会叫、会爬、会闹了，然后有那种分离焦虑啦，就是只要跟他比较好的大人，除了我啊，除了我，他真的是除了我以外，只要有人离开房间，他就会哭、会叫、会闹啊。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魅力啦，就是小孩都很讨厌我啊，这也导致我很开心，就是他们要闹要烦事情的时候不会来找我，哎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古古安安，哎，能被小孩子讨厌的大人是最幸福的。小朋友其实都很聪明。嗯，你是不是你是舍不得打五吗？嘿，本一次ドラさん、カネマン。哦，啊，我是你，我就是说。没有，我要帮你解任务。哎，是我，我就会嘴硬说没有啦，我要帮你解任务啊，哈哈，看你可怜，帮你解任务。哇，因为他知道对你哭没有用。哎，那个。有啊，他每次我们在睡觉的时候都是叫叫叫叫叫叫，每次都这样叫，然后叫到我就觉得哦好烦哦，怎么会有会讲话的小孩子啊，好恐怖哦。怎么会有会说话的小孩子啊，哎，整天一直叫九九九九九九啊，但是又烦的人又不是我，整天烦的人都是其他人，不是我。你不觉得这之中有什么误会吗？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九九。神社の。哎，我家人也是说，哎，奇怪了。叫你叫得那么好听啊，可是每次只要离开的都会哭最大声的又不是你。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啊，乱それちょうだい。别被小孩的外表欺骗，他们真的是很聪明，真的。哎，肯定的吧，拜托，在利益面前小朋友是最诚实的，好不好？我就说那个外甥女啊，她就是在那叫啥？有一次她就很不爽，因为有一次我要出去，我就说走啦，舅舅带你买巧克力。哦，这件事情是在上个月啊，五月初左右的时候发生的。我就说，哎，舅舅要去买喝的，要不要带你去买巧克力？直接从床上跳起来说好，然后自己。在戴好安全帽在门口等我，阿舅买回来就跟我讲说，我要他跟他讲说，怎样还讨厌舅舅吗？他摇头摇得很大力，他说不讨厌。啊，当巧克力吃完的隔天就走开啦。我要爸爸载我，今天是谁载我？然后说是舅舅载，就是一直在闹。从哎、欸，因为八点要出门，他从七点半闹到八点才出门。哎、欸，雪莉安，对，就是现实的小孩。
所以我才会一直都说，哎，能被你讨厌，我也刚好讨厌你，真是幸福啊。我说没事啊，你讨厌我，我也讨厌你啊。然后不然就是每次在那边对着他弟说，来打我呀，啦啦啦啦啦啦，然后还看着我讲说你打不到我，我就一巴掌过去。啊，我虽然没有真的打到他，我是直接挥到他耳光前面停下来，没有真的打下去。然后他跑去跟大人告状说我打他，我就说，哎呦，这么小就会说谎了哦。我就说，哇，你会说谎了耶！然后就一直啊，一直狂叫，一直尖叫，就叫我不要靠近他什么之类的。哎，哎，没想到我是小那个小孩大联盟中那个坏大人了，哇！以前看小孩大联盟都会觉得说，哎，那些坏大人，如今知道。为什么会变成坏大人啊？都是因为小孩子害的，都是你这群臭小孩，睡觉时间不睡觉，一直唧唧歪歪，吵得不停啊，对不对？长大后，章鱼哥是最贴切我们的人。对吧？来。怪不得我长大后越来越觉得章鱼哥不讨厌了，反而觉得很可怜。总比我每次回去都被小孩子黏着怎样，对不对？法夫早安，是可爱高高的朋友吧？不，哎，估计要被敲头了。咚。不是你敲头啦，我以为是高高敲头啦，哭啊！你知道我每次去高高台，最期待的是听到他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！啊，我操！啊，他的一句我操，可以听很久哎、欸。你帮高高，他不在哦、喔，可以趁机讲他的坏话。我还趁他不在讲他坏话，他就真的可爱。对啊，啊他又不承认啊！哎，去你的！我应该打这一张的，我的一杯扣。哎，算了啦，凉凉。你看，我的一杯口，哎，六哎，哎，还想杀人啊？再搭一点点，就有人要不见了。哎、欸，不见了。哎，感谢泽拉雅，感谢阿亮，感谢姐妹妹金变猫。解完了。还有人吗？还有人没打吗？英灵，哎、欸，好久不见。嗯。哎、欸，怎么跑了？怎么跑了？我踢到他了吗？不可能吧！哎、欸，没人了是不是？现在没人了是不是？
好，我们再等个一分钟。好，看来是误会了，误会了，好吧。调整造型。哎呦呦呦呦！嗨，早安，灵儿。以为没了，没啦没啦。我想说尽量，今天玩到大家都玩到啊。啊，昨天是因为，昨天我昨天好早，昨天好像打四场就没人了哎、欸。啊，我可以乱玩了，太好了太好了。阿杯，我来继承你的灵牙了，阿杯。没啦，不可能了。啊，你不还在开台？我最近可能会有一些是在图奇开，而不是在这边开的哦。就是有些有时候要播版权歌，真的想听版权歌啦。像如果待会真的要开始画画的话，应该就是 YT 这边先关掉，然后去图奇开，然后播版权的歌，然后给你们听我最近在听什么歌。哦，白痴！感谢棉被猫的揪团。你揪了谁过来？你揪了你自己过来吗？你把你自己揪过来吗？我当时也会故意就是把自己揪过去别人台，要去忙了哦。好，加油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六六安安，啊啊啊啊！啊，感谢雨夜送给灵儿的一份镇定，谢谢。哎，你问号什么？人家送你订阅，哎，送你爱心。对耶，这只也有脚吼，啊哈！第一季，我脚好短哦。砰！危险，危险！啊！哦不，我要跟你哎，还好没丢这张哎。我要跟你 battle 了欸，开车了。我觉得最近都发不起来欸，最近好难发哦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减一啊。哎、欸，开起来了哎、欸！有没有人还没有一层订阅的，来丢小起点喽？有没有慢慢慢慢那个啊列车贴图啦？我跟你讲什么？
哇哦！你不能订阅，没事啦，我只是问问，就问问嘛，有问有机会啊。待会还有吗？如果还有人抢进来的话，就会继续开啊。哇！感谢情敌的订阅。哎，情敌，谢谢不啊，感谢你的订阅啊，我才没有觉得开心呢。啊，感谢你可以拥有繁星爱心的贴图跟挑眉的贴图咯。啊，最近这两个贴图是蛮夯的啦啊。波西晚安，哎，五一二晚安，五一二晚安，对，这个贴图最近传了之后，他们在一些认识的那边都看到这个图。欸，可是我也想画高高的那个图，欸，就是他的这个图，我觉得这个很可爱，欸，然后又要想说，哎，那要用哪个取代掉啊？就想不到了。有没有这个眼大大的，然后又鏘鏘的？哇！感谢雪莉送给爱查德的一份镇定。谢谢你，雪莉。啊暗。你知道最近我不是说我在看那个吗？柯南。然后灰原的本名不是叫宫野志保，然后他的酒的名称叫雪莉吗？我每次看到雪莉，我说啊，好出戏哦。我说这个雪莉有订阅我。不是吧？第一季。我去你，去你家啦！第一季啊！你该不会要立职了吧，童话少女？怎样？眼睛那么大，那么小。哈哈，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。哦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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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つも、これぞ天赋。啊，要死啊！要输了，好啦，死了，不要算了啦。没啊，你不专心开台在干嘛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。等下。一、二，啊，算了，你抽不到。啊！四宝牌就这样没了，没有四宝牌了，连耍废台。十万个。我好像第一次听到他讲四万克，欸，
哇，好狠呐、啊！去吧，国士无双。你好，国士无双。哇！哎，不是哦，三张走了哦。不行，蹲了，不行，蹲了，蹲不起来了，蹲不起来了，打掉了，不国了，不国了。红包啊！哎，念中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等一下带什么画面啊？如果，哎，要画画的画面，我就觉得很无聊哎、欸。画画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人会想看完啊。大家在画画的过程肯定都觉得很无聊，毕竟画画这东西最终看的就是结果。过程这个东西其实是可有可无的。然后说什么？哎，我跟你没有什么话好聊的。那我们聊未来吧。发烧列车成功。你不觉得这摸鱼头的真的很好笑吗？那个摸鱼头的贴图。哎，心态麻将。喝水，坦坦晚上好，坦坦晚上好啊，搞你心态麻将，不对，利恩，你是不是骗子啊？你其实有这贴图，故意在贴的吧？你的嘟嘟怎么不见了？我是不是有机会翻身？对啊，我记得你不是什么层级一、层级二全部拿满了，爱死了，没机会翻身了，死了死了死了死透了。你有37个嘟嘟，哎呦，很会嘟哦。朵拉尼，你是嘟教授。哎，感谢英灵幻梦、童话少女跟萌萌的时间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请问那个新勇还有在吗？真的想去整理头发哎、欸，不然我那时候戴安全帽骑车，我从影子看到我的头发乱飘乱岔成，真的是不能看哎、欸。那时候从自己的后照镜看自己的影子，都觉得很好笑哎、欸。尼玛！
你也想去染了布丁头好烦。哎，我最近看抖音都说什么什么灰啊，星空灰哦，染上去嘛，然后褪色会变什么蓝，再褪色会变成那个奶茶黄。哇，他那个奶茶色的头发看起来好好看。哎，我也想染发了，完蛋了。我是觉得我的发质没办法捐了，哎，我觉得我的头发没去整理，东翘西翘的，一点不柔顺。今天是米菲兔生日，那都要看设计师的技术，不然很难抽。哎，我是蛮相信我的我的设计师的。他就只是真的很久没染头发了。我其实现在留长有个好处是我不会遮额头，我现在都是把额头大拉拉的变成大中分，然后露出来，这样子我额头痘痘就真的少好多。哎，怎么就是不来？毕竟不便宜。哎呦，那你那边的真的是很值得信赖呢，跟普拿腾一样。刚刚网络太烂进不去，没事没事，应该还是有位置。哎，好想抓菜渣，赶快去挖史莱姆方块啊！我今天应该也是差不多大概撑到11点就想睡了吧。哎，最近在当早睡早起的乖宝宝，最近早上5点6点就起床了。我要一起来6点了啊，菜渣他们应该已经玩完了。结果发现，哎，还没睡耶。然后进通话，然后再打咯。哼，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ルン、それから。おう。ルン。我扁你。利恩，成为我的养分吧，利恩。小小的而已，成为我的养分吧。米米安安，我的养分呢？怎么连胜就休息？怎么可能连胜啊？5点睡算早睡吗？嗯，要看地区耶。在伦敦的话，可能就是正常时间了。还有点老人作息呢。最近阿妮也是说，你这是什么老人作息的时间起床啊？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早睡早起耶，身体好耶。早上睡早上起啊，至少啊，你现在不用赶着上课了，哎，没有早八的问题了，只剩下要上班的问题了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回台北啊？还是已经回了？你都6点醒，哎，我都是被热醒的，哎，23号，哎，快了，哎，你要再
欸、端午哦，没事。我想要端午节上来的话，一定塞车吧。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ポン。ピョンピョン。哎呦，不要你！リーチ、勝つためだよ。要这么丑吗？贼啦，那么坏，不要扣子啦，我好怕哦。好啊，啊，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マラバは緊張しない。リーチ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。我靠！你们彼此血流成河啦，不要影响到我啊！啊，每人一千，好不好？新年快乐啊！发红包，发红包！老公，我是谁？好恐怖啊！你们都去死一死啊！都七四一四啊！啊，这是这样对粉丝说的话吗？哎，是。好八个耳朵，多好痒哦！有人在想我了，有人在想我了。六。六九，六九，哎，没办法了。繁星的皮好可爱，没办法，耳朵消失了。看我刚刚还耳朵痒，现在耳朵又消失，哎，消失的耳朵。哎，刚才哎该长回来了。喂、欸，哎、欸，他也好久没出现了、喔。啊，哎、欸，哪一颗剑啊？平均额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
看。哎、欸，怎么？咦，怎么用不掉？原来是兔兔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我是谁哦？你不知道我是兔子哦？哎、欸，今天礼拜礼拜三，哎、欸，那菜渣是不是有精华上啊？我去看一下。我记得菜渣是不是说什么礼拜三有精华可以看？来看一下。哎啊，有是麦块啊，他有讲。看看哦。咦？啊？为什么没看到？一直以来都不知道。哇。那你过分了，最早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他的精华在哪里？我奈没看，没看，那奈没看到。去找菜头的那一个好了，不然他都说我菜头是我那边乱叫的，明明就不是我。等一下哦、喔，还是我们今天就来同步试听看一下那个菜头，你长大啦！我当时玩 GTA 真的蛮开心的，因为 GTA 真的好耐玩。当时 GTA 都没有在什么赚钱什么，就真的只是上线娱乐娱乐玩一玩，玩到可以一千多小时、欸。找不到 GTA 那是 G mod 的哦，啊，等日麻结束再看好了。哎呦，你们好烦哦！啊，水喝太多了，等下跑厕所了。利恩，你是满出来了哦。通常这么久没玩，不是都会删掉吗？会删掉啊 ！GTA 容量超大哎、欸，我是确定他们就是没有人找我玩了之后就会删掉了，是确定的啦。就像鹅鸭杀，就是哎、欸、没得玩了，我就会删掉。去厕所开，哈哈哈。
像太空狼人杀也是啊，其实都已经都删掉了。然后是那天，哎，团团找说，哎，好啊，好啊，我说好久没玩了。全部頂戴。很难永久存着。我现在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我的卧龙也暂时先删掉了啊，然后狂野之心也先删掉了。后面会载回来啦，因为狂野还是可以玩。我想要等那个我的电脑都弄好了，因为番茄就是坚持要带我去晕车嘛，啊，就是要开车让我晕个两三天。然后到时候看我玩起来还会不会卡，因为我每次进地图都比他们慢五秒钟十秒钟的。其实久了我也觉得很烦，毕竟都让他们等我，然后我都只能等。而且狂鬼阵也是啊，四个人进一个包厢，然后却等我一个人。因为他们要等我到那个设备才会出现，我就说你们等一下，我身上东西很多啊，等我进去之后你们才能。多一个粒子棒哎，赚到赚到！哎，就是说你们等一下，我扛了一大堆设备啊，等我到嘛，这样子爽啦！阿伯下去，阿伯啦，利恩下去，阿伯啦。亲一次，ドラ。ハネマン。こういう時は笑うべきなのかな。哎，感谢。阿杯，感谢，欸，MP，感谢一，欸，怎么跑了？哦，对，要跑，没事没事，你是果子嘛？啊，那个嘞，有进来到吗？咪库，尼诺，是谁？谁是猫？什么尼诺？欸，咪库是牛奶，白痴哦，欸，不是，牛奶是米鲁库。咪咕是初音嘛？可惜没玩到大的，你多大、啊？你说刚刚要成为我的养分，怎么把我变成养分了？七月是那个吗 ？MP 吗？哦呦呦呦，看到你 ID 了 ，MP。走起啊，走你！尼古是初音没错，还是要叫他蝌蚪？不是有人说蝌蚪桶看起来像咪古？大七星后面发现有可能。怎么那么凶？嗯，啊！我要去尿尿的啊！忘记了，连尿尿都会忘记的主播，这个怎么办？我的膀胱明明在提醒我要去尿尿的，结果我的右手不让我尿。我的膀胱隐隐作痛，但是我的右手说尿什么尿，下一场早点自摸，没办法，哎，是没办法。
大家都想口人吗？哎、欸，砰！哎，现在一天都要洗两次澡以上，好烦哦！不是洗澡是还好啦，烦是烦在要洗头啊。今天真的会体验到女生说：“嗯，今天头不油，可以不用洗的感觉。”哎，今天头还不油，可以先不洗。啊，有些女生好不好？有些女生也是每天要洗头啊。可是短发每天洗头真的没差、啊，或者是从头发开始长了、喔，而且讲啊，就我头发真的很厚啊，擦干吹头都很久。头很厚什么？头发很厚。为什么要洗两次？很热欸，很黏欸，淡水很潮湿，然后很闷热，然后唉，你不懂啊，你不懂啊，剩十八张了，啊算了，来不及尿了，算了，二十秒来回，加五秒好了，二十三秒还要甩一下。三十秒来不及。夏天洗两次还好，我说两次以上啊。我曾经，哎、欸，应该说有一阵子蛮尝试洗四次以上，就是算是冲一下凉啦，就是把身上那种污垢、汗渍给洗掉而已。就是哎、欸，那天如果有洗过头的话，就是只是洗身体、洗脸进去出来。就是大概四五分钟就好了。但腿冬天超冷，哎，对啊，所以冬天能不洗就不洗。然后就有人说我很恶心，我说什么很恶心？你要不要试试看，在一个七度八度的情况下洗澡？我就说，哎、欸，我家冬天七度八度以下、欸，我是说厕所的温度哦、喔。我就说，不然你下次去那个超商的那个冰柜里面洗澡好了。我觉得温度其实是差不多的、欸，有道理吧？没出门流汗还有几天好？对啊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可是我今天没出门也没流汗、欸，而且我那时候跟他讲说，你知道住在寒冷地区的人。那个哪里啊？爱之基摩人吗？他们一生只洗三次澡啊，出生、结婚跟死亡，因为他们流不出汗啊，流汗也会变成那个冰块啊，平时也流不出汗啊，所以没有汗渍的问题。像有些国家气候干燥，甚至要超过七天不洗澡。哎、欸，常我问你哦、喔，你会希望生在干燥国家还是潮湿的国家？因为干燥国家你时间，因为干燥国家的人皮肤皱纹就老化得快啊。像我们这种环那个岛屿地形的国家，就是皮肤比较不容易有皱纹。你会选哪一种？ビーチ、楽しみ。
啊，问我的话，我会希望是在干燥啦，因为我脸好油、喔，哎，油脸皮肤啊，油脸好油。像那个哪里呀、啊？不是有人都说什么乌克兰的那边女生的比例比较多吗？所以很多男生会说那边是女儿国、啊、还是什么的？干燥头也会出油哦。哎，别说了、啊，我不管，我没有体验过干燥出油的地方啊。我就是油人啊，我就是很油，爱蓝蓝。肯定干燥。去美国有个地方，正中我的这样凤凰三角领完全没流汗啊！哇，好好哦，干燥比较舒服，没错。哎，至少呼吸空气是顺畅的，不会觉得湿湿闷闷的，对吧？哎，那种潮湿的味道真的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。哎，有机会肯定要去体验看看。哎，蓝蓝啊，你们家哈记是不是真的不想减肥了啊？我真的开始越来越担心他的体态了、欸。他其实。真的肿了很大圈呢、欸。为什么当时在追你的时候，那时候还会踩一下那些踩一下那种脚踏板的东西？他怎么确定在一起后就不踩了、啊？只能靠他的意志力了啊！哪有啊？他，我那时候只是随便个时间点进去看，就看到他还倒薯条在嘴巴里面呢、欸，我就心里，他不是要减肥吗？不是要减肥的人怎么这样子啊？然后隔过几天他就贴了 FB 贴了他二十几岁的照片不是吗？欸，是二十几还是高中、国中、大学的照片呢？衣服容易发霉，哎，对啊，你而且也常常都有那个啥，那叫啥？哦，棉被啦，棉被啊，那些都有霉味哦，痛苦。减肥永远是明天的事情，哎，真的别、欸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跟着老师动一动，还是叫他买个炫富轮啊，不到1000块。我自己用了这几个礼拜，真的是觉得很有感觉，真的蛮棒的啦。但是也讲了嘛，这种东西要不要练也是自己的意志跟看自己要不要瘦而已。你回台北唯一担心的就是一直下雨啊，还是你之后想要在台中就生活啊？应该没有吧？不然其实觉得台中真的不错啊，就是台中万一下雨的话，就知道全台的雨有多夸张，这样子的感觉。炫富人蛮需要驱除体力的，没有，他可以，他其实可以，因为我是每天200下嘛，那他也可以就是，先拉个50下嘛，然后休息个五，也、欸、不是，就是尽量不要再休息太久时间再拉，根本没有效、啊。就是至少逼自己在30分钟内拉完200下也可以啊。台中没驾照，骑机车有点难受，而且觉得台中的 Uber 偏贵。唉，欸，确实欸。OK， 尿尿了。哎，各位，走啦，去尿尿了。
しくった。ロン、ご縁あらば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，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有些吃不胖什么的，就是在30岁后才开始严重的嘛。那位哈记，他常常在他的台说什么，一个30几岁的大叔会说可爱萌这样对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他也才。这几年才开始刚上30的阶段呢、欸，他不想想我跟允月啊，啊啊啊啊！哎，我应该杠下去啊，也不行。没有，没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看，死了，我死了，谢谢，我死了。啊，对不对？就是30几岁后才开始，都会有严重心血管疾病嘛。然后导致就是三高那些危险群。我为什么会担心哈基？是因为我看到他那个穿衣服的手臂已经开始有点咬肉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女生大腿那个咬肉的那感觉。对，如今呈现在一个男生的手臂上，我就觉得他开始不妙了，就会开始替他担心了。啊，要么是衣服太小件，要么是真的要运动了。所以我才会想说，哎，怎么办？他好像已经有点夸张了，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也没有资格去劝说别人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我在抖音上看到了一段佳话啊，就是有关于身体的部分，部首都是月部，肉部，对不对？就像说啊，肝啊、脾啊、肺啊都是肉部，所以肥胖呢是合理正常的，然后有病的啊，一些疾病的嘛，都是有病的那个部首，所以瘦是一个疾病啊，所以瘦是不健康的行为，所以啊，大众们吃胖一点吧，这样子啦，哈哈，哎，这是什么说服人变胖的不要减肥的东西啊？能胖就是福啊，但是那个是建立在健康的胖，不是那种的胖。繁星胖点，哎，我很壮了，哎，我现在我晚点再去量好了，我现在有60、61、62了吧？你要想一下，哎，我原本吃不胖的体型只体型体重只有到54、55，哎，我现在是长肌肉的人，哎，啊，嗯，肝包油，用油保护你的肝，哎。不过这几天大概都是2、3天才拉一次炫富，因为，哎，其实也不是懒得练啊，是时间都抓不到。现在作息又正常，然后白天又不能在楼上拉，我怕我拉到会死掉，
太热了。那晚上再开台，我又怕说晚上拉一拉，等一下要洗澡，洗完澡又很想睡，又倒下去了。それちょうだい。感謝します。哎呦，还是有人死了。啊，感谢六六，然后谁？我知，还有谁？米库。哎，米库是 YT 那个抢不到的吗？那个提诺吗？哦，来了，抱歉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阿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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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次玩，你是第一次跟我玩还是第一次打日麻？你不要说谎哦，你第一次玩就一位，你很强哦。我跟我玩哦，哎呦这有什么好意思啊，这我怎么好的意思啊。哎，你们记得任务那些要还啊，我是说光遇的部分啊。哎，阿兰兰，你最后那个农场，像素农场的那个，你玩到哪了？我怎么没有吃？我怎么没有吃？啊！亚洲难度，什么亚洲难度？你玩到哪里啦？哦，第三个难度是不是？哇！我自从那一天就没有开了，没时间开了。我刚刚第二把是暗客听牌。第三把国士我上听九万，第四把自己的都没哇啊哇，你是哪一个啊？你是那个咪咪库吗？而且他还更新了一下农场赚钱用的费用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一下农场的赚钱费用？我本来私下想偷玩，但是私下又在偷偷玩那个暗黑，然后又在玩那个萨尔达。你现在来有什么用？你现在来有什么用？早点认识你，就有救了。
等一下哦，这个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眼睛，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也不知不觉要两小时了，哎，啊，啊，嗯，天牌，一次换一次。嗯，算了，送啦送啦，嗯，还有更新哦，看看，那就你打开游戏是不是？农场改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农场改多少钱啊？你是收租金吧？还是你是说农场的台币价格？哦，游戏价格吗？看不懂哎、欸。还是81块啊？卖猪价格有提高，哎，早该提高了吧？我那时候在解成就的时候想说，哎，这个猪太便宜了吧？养鸡都比它好。啊，嗯，三六七八七。哎、欸，还有谁没打到的吗？还有谁没打过的？哎、欸，至少有两个没打过的话，我再开。如果都只剩一个的话，就抱歉，再见，拜拜，明天再来。嗯，いらない。七，七，你给我七过来。好，没有人都打过是不是？那最后一场咯，猪猪8块变9块的样子。哎、欸，猪猪是不是是吃？看是吃什么饲料啊？我给他吃土豆的话，好像蛮便宜的。然后那时候给他吃南瓜有到9块钱哎、欸。你是给他吃？
猪是不是看吃什么饲料才卖什么才能卖多少钱的吧？真的假的？我给他吃胡萝卜哎，你给他吃南瓜看看。我后面又给他吃南瓜啦，欸，也是九块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那时候就都给他吃南瓜嘛，南瓜你只要在旁边有空地啊，那个空地又有租的地方，他就可以每天无限给他吃，超好用的，还是改版前的 bug 哦。那我要看记录档了。你都种玉米了，哎，那肯定是要种后面的作物吧？我还没解锁到后面啊。我好像才那时候刚玩到花出来吧。那时候花才可以用的时候。我听到啊，我的 BGM。玉米解锁出来的，我记得好像是用小麦，然后酿多少酒吧。白痴，我看错人了。我想说奇怪，菜渣在实况的频道啊，怎么看到菜渣开台？看错啦，三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就可以尿尿了，哪来那么多尿？男人，你尿太多喽！啊，来去挂个台。哎，搜索安安。安安呀，那怎么你来我就流血了？等一下，我擦一下血，没有囊肿的地方，突然又流血。你解完任务了，你是解哪一个啊？欸，什么叫解完任务？你是所有神庙解完吗？我还没。
我好像还有40个神庙还没解。小小子安安，哇，怎么他们打起来了？哦，不是麻将哦，哦，我也解完了啦，只是在陪这群找不到朋友的人在打，那最后一场了啦，我等一下画画，应该是要画画啦。お？ハネマン。は？あ、妈耶！这群找不到朋友的，包含繁星自己，我怎么可能找到朋友？稍早有个小可爱啊，我那时候在看，我在看东西。啊，只是日麻忘记关，就收到了邀请通知，好吗？因为我还好，我没有点进去，我看了一下是三人男，然后就进托嘛。你干嘛邀我？我说没有啊，就想说赌赌看你会不会进来啊。因为他上次邀我进去的时候也是三人男，然后打了一局，打了快一个多小时，结果那天晚上完全没剪片，都在打麻将，然后被我骂到臭头。骂他，你干嘛？你还有不能剪片呢、欸？我怎么会没朋友？你看，我不也是有朋友陪我打了快两个小时的麻吗？你牌很好呢、欸，你的牌好像很好呢、欸。跑不掉，对啊，就一直连庄啊。然后你知道刚那时候怎么？那时候好像打到东四的时候，就已经花了一个小时了。于是呢，我就小鸡鸡了一次，我就直接一排，那时候一排发吧，就直接把人家连庄炸掉。我说不行啦，我要剪片啊，快啦快啦快啦。然后最后是最后是直接投票出去的，因为打太久了，那时候好像打到男几啊，男二而已，就花了一个小时了。我就说不行，我要走了，太久了。今天延迟比较小，昨天跟教主玩暗黑延迟十几秒哦。哎，下次参加阿帕杯，我不行哎、欸，我你看到我玩阿帕杯，你会看到我很紧张哦，我是真的会心跳到100以上的。我真的讲，我玩那种玩家对玩家的那种类型比赛哦，斗阵啊 ，low 啊。或是实体麻将这一种，我会紧张，然后手狂冒汗，然后心跳很快。会数跳跳，数跳跳。可以当播报
解放鱼竿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播报也不会乱播，我会乱播吧？哎、欸，好了，应该没人了。感谢感谢感谢，祝你们一个愉快的夜晚。时间压力吗？很多哎、欸，就比如说，可能摸牌太久，看太久啊，然后或是自己打错牌，在主播台说“繁星，你怎么打那一张”那种感觉啦，就是被看着打的那种压力，会有那种压力在。对啊，所以会有觉得说啊，好恐怖的压力哦、喔，还是就不要去参加，不要去雷别人了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重开直播齁，好不好？让我重开个直播，我等我三分钟。YT 那边我就不开了，我等一下播版权的歌。啊，如果要继续听我干嘛的话，请来图起，谢谢。请来右手边的图起，等一下是画画啦。阿静请我画图，然后应该不会播着荧幕啊，不会有荧幕啊。好，我们待会见啦。辛苦什么啦？没有关台啦，只是中场休息一下去尿尿啦，好不好？画色了的那个吗？那个画完了，我是要画另外的。他有另外找个几张给我，请我画啦，不是给我啦。你不是要重开？我要重开啊！你知道辛苦了是其实辛苦了这句话是上司对下属说的话、欸。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所以其实讲辛苦了是一个有点以下犯上的感觉，这是我听来的啦。好啦，待会见，待会见。